我是猪妹妹，他是猪哥哥。哦，真正平常时哦，拢嘛欢迎咧访问哦。即届是我要来访问人，啊，唔过讲实在吼，哇，只好这个你看猪大哥，还有我们安弟弟咧，还有我们邓哥哥了哈。哎，有时阵吼，底下我拢唔知要安怎插呢，唔知讲要插头前，还是要插后边，还是要当时插吼，啊，那他说插唔掉位吼，就做歹势了。今仔是要插啥？你讲啥？啊！咱见面四个出来，咱三个拢点点悠哉一茶。你即摆是讲你头一摆含阮三个联合主持。对啊。啊！即摆主持迄个话唔知要安怎插。插话嘛。啊！迄个话爱讲出来，啥物唔知要插头前啊，插后边。你若要插头前，就要安迪。啊！若要插后边，就要吼，就邓祝宏。啊！啊！若有需要要插中呢，我再来给你插一个。安尼好唔好？安尼哦。安尼好唔好？我看因为有你问我袂拍好啊，奈个听你讲笑而已。主持虾米人拢总会使讲话，对哦。只要有下人的开口，观众爱听虾米，虾米人拢会用的讲。因为咱四个人的阶级拢无共，无共，对不对？嗯。伊是初中毕业，哈，也伊这是大学毕业，哈，哈。啊，你算高中可能有啦，无三八的毕业。准通信的毕业，安尼唔就好，吼、哦。多谢。这就是四个汤头无同，所以今仔在座的人客来这互阮办作久，对。也但是要互咱作欢喜，嗯。因为这阮是新的节目，对。叫做《诸葛亮》啊，智登大歌厅，互恁大家一望。来，头一位介绍、哦，目前少年辈正在迄个台湾电视公司，迄、那个五等奖。哦，一关拼过一关，对，真正无揢钱去买。猪肉王子，什么猪肉王子？猪肉王子啊，伊真正，伊阿袂做官，这进前咧袂低吧了？你太低啦，我知影，你讲高雄人，阿卖讲猪肉王子啦。猪肉王子啊，猪肉哪里有当王子的？猪肉都嘛当罐头比较多。你在说他？哎，你说我们两个人，你说我们两个都当罐头，我里面你要来跟我开开看。女人啊，如果在一个团体里面，我告诉你，你也是罐头，哎，你别不相信，你也罐头，你别啊，罐头，惊咧，惊鱼啊罐，你就变王来罐了。王来好啊，旺啊，哦，旺来，旺来啊，还毛利咧，罐头毛迄个已经膨鼓的种，你知道？啊，阮家都四爷，四爷都个分四季。四季大家拢会当来这个所在参加现场的娱乐，是哈。那么春夏秋冬，即马即个出来唱的头一段歌，叫做《春夏秋冬》。来，拍鼓啊，欢迎者蔡小虎。谁人体谅？我在他乡受尽风霜，你在故乡就爱无用。中秋月圆露水重，山顶的歌梦也已经红。
空，为你的思念，为何你离开阮的梦？春夏秋冬。春夏秋冬唱的真好，梅兰竹菊展开访问。梅兰竹菊，秋冬唱到梅兰，梅兰玉蝶，梅兰竹菊啊，落回啊，梅。我碰。阿伯啊，一定做白板红中的单捧啊。但是，今仔日拢看到咱吼亲情的，伊高雄人，你高雄对？高雄小港。小港哦，你咧？我高雄主营。主营，我领阿了。一看就知影啦，不可以的了。哎呦，邓志荣，高雄蛤蟆星。安迪拍电金，拍电金，拍电金是啥？什么意思？拍电金就做老人啦。哦，你那亚中会啦。诶，七月时啊，是，迄个所在无人敢去啦。啊，唔甲台北迄个啥物第六公墓同款，唔是墓啦，那是亚中会啦，那是亚中会，是。蔡小虎较早拢伫遐唱完听。不过话讲回来，他刚才说吴敦义召见，真的想到，哎呦，他这个型还跟他蛮像的，一个小平头。哎呀，你算起来吼，你卖讲艺界、政界，足侪人啊，剃平头拢真剃多呢。哦，你甲看这个小钢炮王建轩哦。度假市场，我那白头，吴敦义啊，高雄市场吴敦义，马白头，同款白头，金马奖的影帝，陈松勇，嘛是白头，太神，我嘛是因为剃白头，眼中出红才起来。哎，剃白头啊，蔡小虎，我那白头，白头，白头拢红的，拢出镜的，嘿，骗鬼。平头的，即摆外岛规大堆，规批对不对？较早顶批啊嘛剃平头，啊，你学讲的就会。当然嘛，加钱啊，当然嘛，平头嘛，当然讲的吼。当然，伊平头人伊有靠下，对不对？伊即个敢若在日本较早酒馆如处拢有诶，也有这边的。现在有一个很红啊，高仓健有没有？杜泽野，杜泽野哈。哎，目镜那挂咧，就较有型，但是伤瘦尔，伤瘦。但是人是做明星，人无像你咧排低，不然你一定即摆做挂车，哦，迄个所在就放互老爸啊，对不对？后背啊，你的地点也免甲跌啦，对不对？我是阮哥哥咧做，即摆恁兄哥咧做，恁兄哥做创啥？创金龙，创金龙。哦，龙虎，哎呦，啊，因到后面个两个虎吧。金凤，哎呦，因老爸做创兵秀。反正嘛，大哥也刷了去。来，度假春夏秋冬。诶，伊共公司的，共公司的一个查某的，查某，即马真正请假抓袂掉。我师妹，诶，算伊的师妹。哦，嘿，我是今仔唔知有即只好说哩无？哦，安尼。最近啊，即个歌轰动咱全省，街头巷尾又是到车头，大家拢知影。哦，叫做车站。哦，车站。嘿，就是因为即条歌《车站》迄度哦，哇，伊即马佫有一个外号呢，叫做站长了。什么站长？站长，这怎样可以站长？我是行到尾也无做站长，当车头变老师了，较吃力。我做车站，来，他拍破欢迎一下，张秀清来。Thank you.
谢赞，阮的心头渐渐重，看人欢喜来接亲人，你是上心内小三。无情的喇叭声，声声等，我待命依然写心碎的人，火车已经过车站。来回家，吃热完回来了。来，来，再让我背背，我来保护你，我们不要理他。真正的，都让人来唱歌，你底下哦，我以为你底唱歌呀。你他说你，你忙想台底的就好啦。一挂婚事啊，拢跟台底有关系啊。哎呀，看我呀哟。不会了。我说大哥啊，这个我们诸葛亮先生真的是，我很少看到说歌星唱歌他在后面兼指挥的。对呀、啊，哦，可见张秀清今天分量已经够了。谢谢朱大哥。讲啊，怕你讲安尼都有啊，艺术。那刚才蔡小五他就伊都袂见机会。啊，伊像他收秋冬啊，啊一群四季啊，啊四季我会当比一季尔呢，对不对？我变当比四季，啊，这车站这个歌，我有识啊，我嘛会晓唱啊。哦，火车已经到车头，靠呀，我怎么山头？规定一直靠，看人对面的娶新娘，阮是上心来相送。火车把土的心，就恁的黑好歌啊，这样，我哪会唱，人拢会翻滴歪去，结婚我不要紧。对吃啊！伊迄春夏秋冬乌白变，我都听无你咧讲咧，唔知啥物事。但是这块我真正唱，才知影讲你一定在话。最主要是这边哦，有含迄个朱大哥，因全省巡回吼，哦，安尼一栋安尼爬落来安尼吼，哦，安尼真，尤其是这边安尼。哦，意思就是讲，伊这边个伊去公演，专程安尼坐一连顿来，无钱嘛都爱钱。系啊，公安呢？害我吓一跳，我想讲吼，甲诸葛亮拍一遍了后，这条歌要唱啊。挑大了啊！你起码当作伊是总主哟，你拍一遍。你都会误会人的意思啦，他就跟他走一圈就红啦，对不对？我跟他走了三圈没有红，结果肿啦。你常讲啊，这样子这主持人啊，你钱存上济啦，你的机会也无出来，我尾也是烦恼你，干为着迄钱哦、喔，会自杀啦，啊钱也掉石头啦，你也起笑啦。我跟你讲实在，我讲迄，但是咱甲讲倒转来，咱卖讲什么，你即组含我出去专省公演，一转来就穿起来。你要胖哥哥，不是安尼胖法，好，哦、你要安怎讲？也你都有那有实力，
你的歌唱了也袂歹，恁两个拢袂歹，公司去请恁，恁两个拢趁钱。但是吼，我即摆是咧以这块歌为准，歌若较唱就是唱，大家拢会晓唱。拄只我伫遐咧甲你比的时，我咧注意看现场啊，伫个海线遐来啊，足济，卖讲五指山、五巴山，卖讲少年家。很紧啊！在你唱你的歌，哦，你听我来看迄个囡仔，迄个，哦，你也看嘛，哎呦，我现只个我晓了，到底在唱呢？你会唱对不对？会唱哦，来，阿爸婆欢迎姐姐，好，姐唱来，来，这边，我个唱歌好水啊，哇，好难啊，是，有备而来的，嗯，嘿，你叫做啥名名？张幼慈。哦，同样姓张啊，张幼慈哦，张幼慈，你有这张幼气的啊？幼慈啊，幼气的真对，加幼气的，你有这张哦，加幼气的不对。啊，查某，查某的，不以为啊，查某，查某，我唔信，我检查看。然后幼气的哦，加细汉你啊，无你来甲我检查下。我见面我刚才看会爬起来，安尼都有胆量，进京大将之风，几岁？七岁。嗯，哦，这个歌你会唱吼？来，阿婆过来者。火车已经到车站，阮的心头渐渐重，看人欢喜来吃钱。面前上，心内烧伤。祝福伯伯好，祝福伯伯，你得当含笑归土啊！阿妈、阿公，大家好。阿龙，哎呀，来来，我先给他赞助一下。阿龙，你呢？阿公哦，哦，不简单嘞，不简单。来，你卖骨灰，我带你来，交给恁亲戚者。上岸，你来。妈妈。妈妈跟阿妈。哦，几规家伙拢听话呢吼，哦，无简单呢，七岁尔呢，你阿伯啊有想要做歌星无？没有，哦，这大方啊呢，哈，老母对一个，迄个啊，哦，我俩兄弟无声音呢，阿妈对一个，安尼啊，哇，无个，这个囡仔平时啊伫村有个练无？拢唱卡拉 OK 改唱，哦，无简单哦，哦，伊姓张，我做张又去诶，哦，什么？祖母诶，祖哦，祖母的祖，哦，祖母的祖，啊，张又祖，哦，好 ，Kitty， 袂歹，阿贵啊，你看到这块大，你也感觉足欢喜诶。阿伯啊，这块大看到老客做纪念，对不？哦，迄啰。阿姐，你阿妈，哦，阿妈拄则听你的歌，本来坐的哦，本来坐安尼，我听啊，卡一直开，一直开，一直开，真欢喜。哦，今天今早你来听，你拄啊唱到我起个要陪呢，真正起个要。你什么感想没有？因为吼，我唱的是吼，搁无喊你做动作，伊安尼。目眶已经红，哎，还有比啦呢，比较比较侪。妈妈，搁伫下底那个声音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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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主持
你个架姿势，我一收着啊，哦，水对起来，哦，厉害厉害，啊，你穿衫穿衫，个人收对，人迄个叫人落汤的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规个拢包掉嘞，啊，搁穿长裤，人伊个见面穿迄底，啊，风吹来内裤拢看到。根本都啊，就关。好了，我该改请。对不起，观众啊，全讲请这种房啊，内面有规定卖钱，真的很抱歉。是啦，这破瓜啦，唔免计较客气。对啦，对啦，对不对？啊，鞋瓜卖，啊是穿到迄老是要死晕啦，对不对？你意思讲我现在迄个就对。就这么的，哎，哥哥你也讲话呀？你讲含。你讲穿啊做老的。好啦，你谁？无你歌好听，你戏嘛演了好啊！哎呀，哎，拄啊，车站我嘛要唱啊，拄啊，等下，哎，紫罗王子你拄啊哪唱？什么声？伊拄啊底下咧笑到欢喜干了。你安怎唱？讲什么？什么声音？你怎讲？无情的喇叭声，下下蛋。你拄啊干嘛安尼唱？查某。八个八是查清楚。他自己讲了，他叫我这样唱。八是归八的八，八是归。哦，我知影，可是吼，不多就是算归八。好，对。来，这两个真正唱将，唱歌真认可，真正会唱的。来，现在接受点唱。哦，点唱。嘿，就这两个来，才有通接受点唱哦。别人我袂当红点唱。嗯，嘿，来。又在恁，什么人？机会哦！我来你，好，老五，串小好心所爱的人，串小好心所爱的人，来拍破，来。伊拄仔有形容，伊拄仔讲吼，目睭圆圆，眉毛圆圆，绝对是我哈。哎呦！我就知影，请问你，请问你对待女人，甲你太低吧？赶快遐高台嘛！你毋捌看过伊咧疼，伊咧拔骨，规个拢都翘起来。哎呦，所有边仔骨一支一支疼个。哎呦，遐高跳，拜托诶，疼看卖诶。啊，你可怜啊！你就个太低后边，迄老师来得要跳船啊！你坐，迄个真正老跳。对对，太小有啊，高义人啊，吼，高义人啊，啊，唔敢含伊讲啥，啊，伊就开始伫厝啊，啊，那拄啊碰到一个较三八的啊，较敢死的，伊就九入边啦。我拢故意偷情，你有看没？朱大哥，你也听不起酒，你听完了。老干人，你老皮。你别穿啦，你别穿啦！我好心跟你讲，你唔知影讲疲劳了，啊，跟你讲好心的呢，啊，唔是的。你别使讲老官，讲安尼就歹听。你若要讲爱敬，讲查甫人老偏，迄都爱注销呀咩？老偏靠人，对不？老官靠人伫家诶。有啦，老官啦，你老官。老官。你穿安尼，你看你安尼穿几领呢？
我穿几领你有看无？啊，这落天公主甲粗嘞，我热呢。莫讲流汗，啊，无咱看袂无，拢大家拢穿内裤出来做节目。你穿内裤出来又出发？我穿内裤出来做节目，佮兼乌坑看袂无？你想安尼穿啊？你安尼你先穿出来，我无咧见啦。恁爸乌坑鸡也随烫伊啦。来，即摆帅什么人？我来你嘿。张秀清看破爱别人，爱爱面，爱面，看破爱别人。哦，屋上你会用点哦，这个歌唱了袂歹听哦。来，甲拍破，鼓励一下吼。谢谢。有心做行彩花瓣。一丛采了又一丛，一卷暗情千万，为我痴痴人。因为你是一个漂泊的男子汉，风雨也是真的。啊，都活啦！你甲摔落就好啊！你咧惊啥物？哎，好，我拄只看伊两个咧跳三贴呢，袂输甲咱夹界咧。我看到我是安尼吼，气笑目笑安尼，好高兴。人家歌唱的那么有气氛，就是。结果回头一看，就一对狗男女的。根本就是奸夫淫妇。不是，没有，是喜欢狗的男女在那边。对，金童玉女。对呀，金童玉女呀。是啊，呀，今个你唱了伤好啦。哎啦，啊，这里今麦咧消耗啊，你听无？没有，这个查某怎么来消耗啊？消耗你知吼？反正你起笑要打一只火安尼就对了。你比我啦，你起笑就是安尼嘛。做拍架呢？哎，做拍架咯。我以前叫武松啊，武松专门打虎的。对。以前我两捌演过，我演武大郎，还有演潘金莲。嗯。啊嘞。潘金莲呐。哎，潘金莲，没演你的演家呢？吼。伊跳甲讲袂啊，怎安尼就对啦。来，即摆刷入去，什么人要接？我来你嘿。蔡小虎唔是故意，伊讲我甲你安怎？哦，阮唔是故意的啦。哦、蔡小虎，阮唔是故意的啦。吼、哦，来啊，甲拍破啊，可以。阮唔是故意。风顶闪闪星，有一个飘浪在他乡外里。小妹的彼当时，约束的日子，今夜露水陪阮等几年。这个主张啊，像十年前应该来请起，不应该这两三年才请起。咱讲真的，猪肉耽误着你的一生啊！
因为为着台底无钱，啊，你怎么够像够屠宰工会？对啊，阿伯官也无通像起码嘛，屠宰工会理事长。那秀清啊，家你就是拢干公司，也算你早一年入去。啊，这秀清啊，早慢一年入去。啊，秀清啊，这块歌一定有调啊，你感觉安怎？即马是你较强啊，伊较强？我退就欢喜。即我知啦，我即马就你要欢喜唔欢喜，你家的代志啦。我即马是要以良心来问你啦，到底是你较强啊，伊较强？伊较红。无啦，伊较红啦。这因两个我看有一点啊，迄落哦。我感觉怪怪的，小戴，张秀清，我来问一下哈。你为什么看到其他三个男人的眼睛都是这样子的，很正常？为什么一看到这个我们蔡小虎眼睛就一卡红啊？何况浅啊，还伊有浅啊，伊有浅就好啦，我很爱你。好啊，因为吼，你是外孙兄嘛，爱家照顾我，不公司啊，你含公司较熟啊，非常照顾你，对吧？比头家佫较照顾。较早我还袂娶阮某之前，伊嘛甲我共公司，我嘛真甲照顾。啊，尾仔就生两个啊。啊！无啦，大家莫误会啦，算讲那个伊甲我当作那家己的小妹仔共款。师兄妹感情。嘿。啊，莫讲妄听咧。现在大家在吵出吵进哈，因即摆录影做伙，啊，即摆要去表演啊做伙，啊，若要迟到啊，刚坐迟到，啊，要早来啊，两个做伙早来，真奇怪，嘿，做奇怪，我即摆吼，阮做伙在做工地秀，晚上已经很晚了，为什么坚持一定要先上我登去厝诶？恁今仔日爱改水清道，不要紧啦，今仔日大家请嘉宾，有一班去做工地秀，啊，胜利坐因的车，好。啊，先送你回去。不是啦，因为吼，太低的，你有哪暗困的哦？在练习磨刀哟。不是，你就是无了解，迄就是安那的，你住的饭店比因住的较近。我了解，我了解。咱卖去甲讲，真讲啊，龙计成真，迄也因的代志。因兜的代志。唔当时间到两个人后过啊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！来误会对咱家啦，吼！小虎伊讲我故意人，啊，就是朱大哥甲恁两三个当面安尼加，吹安尼吹，吹到尾啊，伊家裤短凉去，对不对？我做错没有？啊！今麦这张秀清啊，人阮根本就是输赢嘛，我恁讲一个，煞规个当我煮糜落，安尼，对不对？吼！来，佫刷入去，甚物人要点？我来，我你，再会梦中人呐！哎，拢袂含慢点哦。诶，这个歌我拢喊你听你唱呢。啊，这首歌是我新唱片的内底新歌。新歌。新歌哈。卖偌济块啊？卖哦，十几万啦。哦。有影无影？这臭屁，一日就讲出来。十几万，伊的意思敢那个无够，伊就行。诶，啊，提咱家诶，哥哥，在你诸葛亮巨灯大歌厅一唱，马上80万卷的啦。嗯。我真会钓的啦。我唔拿，我唔拿。啊。我诶，这专辑嘛出来，唔是臭单。嘿。绝对超过100万。我有自信，但是我是讲，伊伫咱这个节目唱歌啊，伊即马才10几万点，啊，直接一唱绝对80几万点啦。这个查某讲话因爸误会，恁爸够正气啊！哎，爸爸，我考虑一下哈。夜阑相听，无爱甲你相逢，袂当阻挡。你行入阮梦中，绝情对你，我是有苦衷，无缘无分，痴情啥路用？啊，我不是你用情的对象，啊，你通听作风向。去找你真正的理想，千万不通搁再来阮梦中。啊，我不是你用情的对象。
嗯，对，不错不错。嗯，其实我的唱片《十几罐喜》正常。哦，对，正常。我们也说正常。公会卖还差不了。哎，这个别歌用难卖公会啊。唱片十几万正常，但是有一个不正常。哪里？哎，那收销我们在收个档期啊呢。过年干嘛呢？对，啊，那十几万都要收不掉。不像我们诸葛亮，我们去登对不对？录音带一发出去，不要一个月，100多万卷，当场也交小龙度。哎。伊的唱片甲恁爸交情有什么关系呢？恁爸作早就赌啊啦，讲到拢所有恁大家咧，另一头我甲你讲实在，我人欠我啦，我讲。哎，你咧笑啥话啦？你这甲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捌人捌啦？结果我大概也无安怎，你拢骂我。你就是无安怎，你当咩当头，敢那袂输你作捌的。黄奕当头点头不可以哦。没安怎？你点点啦，我唔是咧讲你啦。嘿，我朱妹妹了。哎呦哎，我来讲，昨晚不是有介绍她吗？讲到她是站长。哎，我感觉问者，为什么你要叫做站长啊？就讲，哎，每次看到她张站长，我就感觉足奇怪。现在那里突然间弄掉站长。对啊，就是有一边吼，我爱坐飞机呀，啊，在机场的人家讲，哎，后盖吼，你唱一条啊，机场好不？你莫去唱车站，啊，无我的行李拢影响着。哎呦，当初无啊，伊的态度对我作歹，我就讲，我就袂瘾，我就是要唱车站。哦，哇，我看听讲查某讲歌星做歌星，讲袂瘾。哈哈，伊这不是车站的站长，伊是民众服务站的站长。哦，来，什么事？给什么人？我来你，嘿，啊啦。哦，海风海影海茫茫，哦，这个歌。海风海影海了了的，海风海影海大爷，哎，到底谁？海大爷你啦，海了了你啦，海风海影海茫茫，哦，茫茫，哦，茫茫。你规日后摆这条歌就合作海风，还是合作海影，安尼就好，还是海茫茫。做海风海影海茫茫，当然好。阿伯，咱买一条歌改变，人海风海影海茫茫，对不对？地瓜地鸡地尾牛，今晚把世界拼一下。从你内面咧，你听你在咧讲话，我今晚在想你，你当作咧讲台底咧，结果低就睇到我。你是咧？阿帕婆过来一下，来，谢谢。你人生无可爱，海风海影海茫茫，梦有搭着小白的海港，船的声音随处放，你人生无可爱。张秀清为何爱着别人？张秀清哪会去爱别人？你本来爱谁？大家拢爱啊！哦，安尼这个查某假心当，大家拢爱。来，甲帕婆啊，过来一个吼，来。心爱的人，
这首歌呢，原主唱人哈，原主唱人是费玉清先生，但是伊家己唱拢无对，尾下人个翻唱才比较足好诶。哦，费玉清原来有无对诶时阵。费玉清。讲无对，有对。讲费玉清的历史，我你听我来讲。费玉清含我上好，费玉清是拜基督教，啊，佮有好意人甲牵落去签嘛，做。大家乐，大家乐，一个输掉，有哪去神呀？人家香油哪对白啊？哈哈哈哈哈！都搞不懂，今麦耍的是什么人？阿弟，啊？雪中红。哦哦，安尼你会样点？哎，雪中红，这是查甫查某对决，安尼都有这对泰迪吧？泰迪太太用车站要载的，哈，对对对对，哎，阿爸婆过来者，谢谢。讲无问题啊，恁爸公司唔相信。安那讲？你唱歌把背地给熟了，恁爸就小可知影。这地倒位来，你知唔知？对，对啊，都较早以这个专辑为做小博的城市。哦，小博的城市。这小博的城市有一摆哈，我看呐，拄好伫录音室。嘿。啊，我拄好去录歌。嗯。我去录歌，去录咱的主题歌。结果因拄好咧灌这地。啊，我伫三楼，伫四楼。哈！结果录音师也未来，我怎啊爬起你耳朵，甲因看卖啊？因两个都在录这地，哈！迄阵个小花舞，今麦都把这个雪中红，都把点个都拄好钓着。嗯，哦，迄阵你伫三楼，因伫四楼咧录，听讲五楼就是宾馆了。啊！你去遐咧创啥？哈！我去录个做录音录口碑啊，我做低歌量啊，大歌听的主题歌。我是烦恼你伫只先去宾馆，我唔是，我伫底下感觉讲，迄阵我就去看下，迄阵伊车站还袂出来啦。啊对对对对对，迄阵的车站还袂出来，拄好打下面公司签尔。但是朱大哥起来时阵，我拄好倒一杯茶杯互伊啉啊。哦对对对，伊拄好倒一杯茶杯互我啉。这个人有来真有礼貌，但是我阵就看到讲，蔡小五的声我了解，这科我都唔捌哩咧，对对对，迄阵我都真正唔知影个是什么，是张秀清咧，我就感觉这个未歹咧，声也未歹咧，我讲这个以上，伊讲到张秀清，专门在模仿的，安尼有影，未歹，到尾也就真正，对无，两个拢钓到啊，啊两个拢发到。拢合唱，合唱对吧？小宝的声气，我迄阵底下咧听这小宝的声气，阿文也真正袂歹听，真正好听。哎，过来甲回想者，回想哈，回想讲伫四楼、三楼、伫七八几里五楼。哎，阿婆，过来者，小宝的声气，谢谢。小梦的小声。
叫着阮名字，竟然是你。为何是你？为何是你？像一个纯情绵羊，沾着落彩胭脂。小酒，祝你春风顺利。我所爱的是你，阮所爱的嘛是你。无奈的月光，照着你目眶红起。You do.